你莫变戆，就走入来，看到公主，阁无行嘞，大胆！大胆的人是恁，恁即摆已经是大同的钦犯，阁敢对我大细声？你后来，你落去。是。我听讲，即摆轮到你新母爷的人来替我收位。你应该就是新母爷的统领高碧川。公主个人好眼光。 我甲林准哥带恁来交情袂歹，你应该知影。我阿爹早就甲我讲，讲公主做人袂歹，所以我毋才对恁特别照顾。安那？哼，闪啦！我早就甲你归。你敢归公主，我爱念命。话免讲啊大声。嗯。我甲你讲。你闪！你若乖乖踮伫个遮。 莫想要逃走，以后逐工早，我一定来甲公主请安。假使你若想要逃走，到时阵唔通怪我反面不正。公主，你一定会吃苦受罪，我话已经讲啊真清楚，你有听的吼？ 是想要创啥啦？是讲迄统领离去啊，你故事伫咧创啥？我哪会知啦？今日徛好啦。你唔知哦、喔？上统领，头下歹势，阁是我啦。啊，哪阁是你啦？拄仔醉哦，人家上醉啊啦，差不多袂调，想要。赶紧紧转来。 外口都无变数，我去内面好无？紧去，紧去！多谢多谢多谢，你给我请你哦，你给我请你哦，顶一顶哦。大胆！宾馆内面都是查某，我早就甲你讲过，因只徛位边的袂当凊彩入来。你是无想要活，还是要找死啊？ 哎呦，吴兰啊，老朋友啊，莫再歹啦吼！是你啊，阿吴？无唔对，就是我。你做兵啊？你看着，我亲戚做事有法，缘投无？缘投？高山啊，穿衫嘛袂变做人，我甲你讲，狗就是狗。唔，你有骂人哦。吴兰啊，我甲你讲吼，你爱袂记哦，你是犯人哦，啊！ 那你也着我，我就放你的皮，我甲你讲。你甲我放掉，你有本事去甲公主讲，行行。来啦，有人，你放手来啊！我讲真少，行啦，有人啦。公主啊，这代志是安尼啦，拢是有人啦，就是查某仔啦。伊哦，超工甲我创治的啦。我嘛无讲啥物过分的话啊。公主，我是一个老实人呢。 我过期的啦，公主捌提饭给我食吼，若有机会，我一定好好报答公主的啦。你真正会甲我报答？当然哦，我若有讲话，毋是凊彩讲讲的呢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公主对我的恩情啦。吼，安尼我先来去吼，再见。哦，公主啊，你敢来这套啊？哦，歹势。 公主啊，你别话报答你，迄无问题啦。但是你袂叫我叫你出去哦。我是来个人的呢，啊，放你走，我让人拖出去，我就死翘翘，哎，我就无命。哎呦，你放心啦，我袂叫你叫我出去的啦，我是爱你哦，替我去做另外一件代志。安尼会行呢，安尼会行呢，只要你哦，莫叫我叫你出去哦，放我会使，你喊一声，我就做好到吼。 阿婆，我阿姑就是个不是人。嗯嗯，好，你去叫明贵来。明贵，啊，带明贵来创啥？我要叫明贵叫我出去啊。哦，叫明贵叫你出去。什么呀？公主今天安尼讲，你有欠不欠我？来来来，你看清楚吼，你看我有给咱无？卖遐抬高啊！我给你一个韩钱啦，哎。
我是忠厚老实的人呢，我敢会骗你啊？你哦，你耍啥去啊？我都是细汉叫你骗到大汉。然后我问你，你有答应公主三项代志无？有无？三项。你哪知？啊？什么三项代志啊？这，你哪知？你公主跟我讲的啊，无啥知啊？啊，虚啥物虚啦？你答应啥啦？啊，这。啊好，无你阿你家己决定吼，等你决定清楚，我才甲公主讲，安尼好无？啊对。紧啊，决定啊！你讲啊。紧啦紧啦，我无时间啦，要转啊啦。决定哦，我决定咧。啊这，平常心讲，这原来无困难啦。我还佫两项代志，还袂替公主办好势。伊即摆叫我去救伊，我应该爱去啊。你讲啥？我，不才。歹势吼，啊，正经我袂记你甲你讲吼，啊，顶摆公主叫我的时阵，我有答应三项代志，啊，今摆还佫剩两项，两项，哎，咱做人爱有信用，你一定会支持我，对无？你讲的是真有道理，要唔过我唔答应啦。啊，你唔答应？公主今摆是犯人，你若去甲伊求，官兵就会来抓你，你若让人家去斩头，我是要哪活落去啊？啊，别，啊，无代无志，讲咱阿婆无性命。不会啦，我会较细了。啊，只要官兵唔知影是我叫啊，啊就无代志啊。唔知影，阿牛就知影，伊哪知影，就表示专家啥人拢知影。咩？阿嫂啊，你安讲就唔对啊！啊，你的意思是讲我会出卖名贵哦？啊，我不会啦，我跟你讲哦，虽然讲我这人无讲话会将来了，但是我无参详迄老志平是咧空的呢啊！我若出卖名贵哦，我甲救出，你又甲剁剁剁剁碎，剁剁剁剁那剁剁剁蛋散，安尼应该袂？嗯，来，不才，你看，阿姑已经救出，我应去哦。我唔答应。啊？那个唔答应哦？我当然嘛唔答应。我跟你讲啊，只要你去做哦，早晚大家拢会知影。不才，啊你嘛替我想看卖啊！我若无信用。后摆我是要安怎做啦？你哪唔替我想看卖嘞？你袂用去，逐项代志拢替别人想啊！我感觉你对公主无信用哦，我嘛无愿意，快你去房里去啦！对，我毕平啊，代志大条啊，来，啊我哪有可能参照我遐讲？啊办代志办到叫人知影啦！讲，你就是这讲啊！我讲，啊！你今日还不甲伊缠上就好啊！歹势，我来走吼，煞的，我来走啊！我走，我走啦！啊！我会决定去救公主，是因为公主伊即摆真正危险，我若无去甲救啊，伊真正无性命，我袂用安尼见死不救啊，对无？明贵，你听我讲啊，公主即摆真是无遮尔啊危险啊，皇上真是要杀伊，早就甲伊关伫大牢内底啊啦，即摆干那是毋予伊出门尔，我相信暂时袂有啥物大代志啊。你无去甲伊救，大家拢平安，你甲伊救哦，皇上颠倒生气，颠倒害死伊啦。干嘛呢？我阿爹做官几廿年啊，官场的代志我听过袂少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无骗你。阿无你去等看卖了，等到公主真是有危险时，再去讲。啊这，啊等到真是若有危险，我都袂赴啊，啊要去就爱趁早。啊你想看卖哦，甲解救了哦，啊三项代志剩一项，给我轻松呢我。没问题啦。宝钗。啊，公主嘛是你的朋友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伊虽然是我的朋友，也唔过我无愿意我的红婿冒性命危险去甲伊救啊！我讲袂用接，绝对袂用接啦！无代无志，是要安怎才好啊？郡王还有消息无？启禀公主，照我的计算，我派出的人还未到西凉。哼，你派去的人都是笨脚笨手的，要行到当时，才
才够洗凉。我知影，公主即马真着急，也毋过我请公主搁忍耐等几工啊，先莫着急，大汉那边真紧就有消息啦。恐惊到迄个时阵，大东的皇帝已经下旨要甲我处斩。希望公主会当安心落来，慢慢啊等，千万唔通有啥物冲动的行为才好。你放心，我会乖乖伫遮等。若无什么代志，你就先回去，较袂让人发现。是，小阿过去。吴兰，公主，头拄仔你嘴闭遐鬼要创啥呀？卡西门是外年的巧，你敢不知？伊若是看到你的表情，知影你咧想啥，啊你就害啊啦！公主，卡西门叫你唔通匆匆忙忙，啊你搁叫夏明贵来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夏明贵人都还袂来，你是咧紧张啥？伊人无来，还阁算好；伊若真正来啊，咱就害啊啦！你即摆免烦恼啦，等伊人来才阁讲。什么代志？我要来抽查。哦，我来找哈。等一下。嗯。啥代志？你要去山顶抽查对不？啊是啊，啊抽查不是去山顶，啊是要去倒去？那安尼，你查哪抽了，就会回来啊对不？袂遐紧啦。你要去倒？啊！大概错查错了，那嘛是大概卖完才回来啊！啊，哦，那你今仔日会甲平常时同款，迄茶拿卖完就回来厝里啦，是不是？哦，本来就是安尼，啊，无变啊，啊，嗯。你哪一直甲我看？哪有啊？哦，安尼，我来走啊。明贵，你家己讲的话哦，爱会记的啊。好，我知道，我来走。再答应他去，哪有答应啊？啊！你搁敢来？来，转去，转去啦！行啦，行啦！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嘛！我过来啦，给你收烟。你听我讲，你讲啥啦？转去啦！有诶，是啦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昨暝我伤过暗嘛，啊，就算讲宝钗唔肯和我来救公主，我嘛爱当面甲公主讲话清楚。啊，若无啊，我真正唔是人啦。干嘛呢？拜托你啦，你带我入去见公主。我话讲完我就走，安尼哦，我对公主嘛较好交代，你嘛较好做人，对无？是讲嘛对哦，啊不公主，逐个叫我来找你哦，真正有够烦的啦。好，你上吧，带我入去啊。好，走，等你啊，等我来啊。哎，大家听较好吼，啊，这人是送茶来给内底煮饭的啦，我调查清楚无问题吼。啊，你去，你去，多谢官爷，多谢官爷。夫人，夫人，哦，你妖秀啊！我把点头巾，阿母看到是无？真的，对，头巾啊，行啦，行啦，哎，夫人，你看我带什么人来啊？你真正带啥物鬼来啊？哦，迄当然的咯，公主交代的，我一定把代志办好好势啊，无我不是人嘞，吼、哦。啊，是公主人啊？公主哦，
伊无伫遐啦。无伫诶，迄怎有可能啦？我无听人讲公主走去啊！啊，你莫甲我骗笑啦！一直伫诶内面，行行行。阿姑，恁若真正出去见公主，安尼都麻烦啊啦！你麻烦啥物啦？袂用好去啦，飞弟就是袂用见公主啦，紧走啦！有来。公主。来啊来啊，开门啊！是。公主，我甲你讲。公主，来，我家己来。我就知影，你一定会来。是啊，因为我有带你三项代志啊。我若不来哦，你伫讲我是一个无信用的人。无唔对，今仔日哦，你若是无来哦，我绝对会放你出来啦。是啊。公主，我今日来找你哦，是要甲你讲，我无得叫你出去。啊？你讲啥物啊？是安尼啦，对啦。啊！你住的所在外面有遐侪兵人在顾，我也无时时甲你爱出去。讲坦白啊，我无法度人救你。夏明贵，你是条狗的吼？我。你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啊！阮大个讲话无唔对啦，阮媳妇爷哦，遐尼侪人伫个外口顾呢，你走袂去的，无可能。我走袂去。欸、我若真正想要走哦，啥物人都无法度甲我阻挡。哼！公主，公主。公主，公主，安怎啦？唔通搁遐代志啊啦！万一大都甲西凉，搁为着公主你的代志闹起来，安尼就害啊！我猜猜伊啦。夏明贵，我甲你讲哦，你今仔日一定要甲我救出去。哎呦，公主，我真正无法度啦。嘿啦嘿啦，我大公无法度，就是无法度啦，吼。嘿。你无法度，我有法度啦。又是讲有啥物好办哦？原来是叫我来偷提衫哦，爱人阿爸夹起来，啥物意思？我若互人抓到，你甲惨死啦！穿安尼哦，一定无问题啦。安尼敢好？卖啦卖啦，不可卖啦，咱也是来换衫啦。哎，公主公主，也是卖啊啦。那安尼还袂行到门口，就会叫人抓起来。哎呦，乌兰，你是希望我叫人抓去鬼神？不是不是，公主我唔是这个意思。那安尼，你就掂去，乖乖去内底等，好，进去。哎，行行行。公主啊，那咱袂走干杯的。你看，安尼敢袂赢你？哼。温温死的，行啦，阿姑，起来，起来，来来，走。哎呦！哎，你是拄着妖精啦？天我杀头啦！我杀我杀掉！什么话啦？啊！你底下等我，我来画像再出来。好，你要看谁脸？看谁死？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公主倒去啊！公主倒去啊！紧追啊！哦，因这人咧真好骗啊！算了，紧走啦！啊，我讲过，早就甲恁讲过啊！公主伫咧花园散步，你去遐找伊就对啊啦！你莫胡白讲，花园我拢找过啊，公主根本就无伫遐。你老实甲我讲，公主到底藏在什么所在？公主可能伫喺眠床顶咧睏啊！我甲恁讲，恁若甲吵惊醒，我就害你好看。林香啊，我要来去看麦啊！你好大胆！你若去吵着公主，我就甲你脚骨挂断！你们，香、欸、啦！紧来啦，紧来！你们真好紧啊！你较紧来啦！我走袂叮当啊啦！走袂叮当，咱去有抓到，俺就害啊啦！哎呀，我走袂叮当啊啦！夫人，夫人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狼追来啦！谁在采购吗？是。
在这啦。啊！哎，大大大大大哎，有无看到人啊？在倒？那边有无？有两个有无？紧追紧追，去！对。啊呜！就起来了！哎呦，你真嗨呢！我哩个仔。我哩个仔。是要惊死啊？不是？讲古话才创啥？紧走紧走啦！来走！紧啦！行。阿妈的，好命！好家在无予咱看到，无我一条命，予你害死哦！哎呦，你放心啦，咱即摆毋是平平安安出来啊！哦，我感觉足好耍的呢。啊？好耍？嗯。我来，好耍，好耍。你搁感觉好耍哦？啊，咱两个人耍的差一点仔，去予你害死，你搁当作好耍，好耍，好耍，我耍你的头诶，耍。好，到这为止啦！你行你的路，我过我的桥。哈？你讲啥？要过桥啊？好啊！靠腰啦！行啦！哎！公主啊！你等我！你上去！哎呀，别走啦！你带我去啊！公主啊！啊，是你叫我救你出来啊！嗯。今嘛，咱已经红高加我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啊！叫我所以啊，你来带我去啊！你可以下面去带你去躲啦。都会拢会用的啊，飞得咯，你袂甲我放喺遮就对啊啦。公主啊，公主啊，我哪知影要带你去倒的？啊，而且啊，阮某无菜，搁再出蛋哦。对，我会挂转去。嘿，行。好啊，我去你家。领导，领导，领导啦。哈，去阮家。嗯，是安怎？袂用的哦。当然不行啊！公主啊，啊我有答应菠菜讲话，我无爱来救你，啊你今嘛要甲我转去，我会去给菠菜累死啊，累死！你敢知啊，累死啊！不行啊！你要甲我转去啊，我过去试试好啊。哎，你安尼算什么朋友啦？你甲我等你一只，稍等下我都给你抓转去啊。嘿，你的代志啊，歹势啊，公主，我来走。慢走！伊伫咧哭咧，伊去处理一下啦。我是要安怎处理啊？我哪知你气就对啊啦，别气啦。那母亲，我哪知？阿爹，我过来吼。啊！你看看我实在是无代无志哦！什么你无代无志，我才是无代无志嘞！啊，笑笑死人！你赶紧处理一下，拜托的啦！啊，阿英都丢啊，阿英都丢啊啦！好啊，你别啰嗦啊！你先去头前探路，那拄着海平啊，咱就嗨啊啦！探路，我是有够衰呢，我是你话衰啊！哎，咱两个是穿工领裤的，进去啦！好啦！老公。要跑公主地去，靠掉了！但是不出看不掉，这边呐，嘿，
那是恁家的代志，卡无关系吼。你啊，有啊有啊，把亲家公主囥遐偷偷偷。哦，嘿，公主出声呢？我都无听到。啊，甲头拄仔同款啊。有啦，你聪明人是无？无我试看。好啊好啊好啊！啊，你想要甲伊扮作恶作哟？哎呀，无代志的啦！你莫看伊那白泡泡、幼咪咪哦，其实我错用的。你莫信，你看，我真信，我安怎啊？本来是要清醒，互你判的，阁死一公分去啊！莫怕死哦，好，安尼上好，你的代志你家己解决，我先来走。喂！你是瞎牛，你搞耳机？快！你来老罗，跟我斗三工，啊无我是帮他处理的。喂，你都回来啊！我去，起来坐，起来坐。哎，坐。是在创啥？阿君，讲啦你，爱讲你讲啊！煞，我啥物拢唔知哈，夏边贵，你讲。阿君，我咧蜜瓜冰啦。蜜瓜冰，蜜瓜冰是安怎来泡咧味？你讲啊！伯菜，你莫生气啦，拄仔只是我昏气，啊，面贵才甲我抱转来。啊，总袂当讲用拖甲拖转来，遐拖狗共款。啊，对，拖狗。你骗我讲你要去找查，结果顶好将公主救回来。夏冰桂，你心肝内在想啥？我讲话你敢有在听？你心肝内敢真是有啊？宝钗，宝钗，你莫生气好无？宝钗，假使我若无去救公主啊，半暝我也困袂去啦。要不过，我无想着讲，伊会抱落宝钗无一个分气啊，啊无我多，我就甲出转来。宝钗，是的啦，我出门的时阵我有骗你啊。阿姆哥，
我本来想讲去甲公主讲好清楚，啊后来哦，伊就叫我叫伊出来，啊后来哦，我就甲伊叫出来，啊后来哦，我就去往堆，啊讲后来哦。你好阿伯。哇，是的，你卖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先爱卖生气，也唔过即马代志要怎解决？哈，你讲啊，你讲啊。简单啦，我即马就来叫伊走。公主。嗯，你即马已经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我即马虽然讲是真心过来啊，也唔过宝钗啊，我还是感觉头壳戆戆，规身躯拢无力。我看吼，我还是伫恁家大开讲啊。宝钗，你也知影呢，林明贵的命是我救的呢，若是无我，伊早就死啊。我这么大几工啊，嘛无算过分啊。公主，啊，阮这个破木坑吼，足起足臭的，你倒没关系啦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再讲我，阮家话歹咧，你根本都吞不落去的。不要紧啦，我就好看待啦，安啦安啦，无错，好人哦。我来贴袜子。恁家的饭内底拢是沙哦。公主，啊这菜无好，唔知你敢食的惯系。糖啊！免惊，免糖上瘾哦。梁贵，你敢一定安尼，让公主看咱无去，连蜜糖你嘛要吃？无啦，无啦，我是讲，我细汉就是吃蜜糖大汉啦。好啦，卖吃，卖吃，吃饭啦。公主，太谢啦！我阮家的菜有较差，你得较忍耐。我实在是忍无啥会调，哎呀，不过我尽量啦，尽量啦。公主，等你明仔若转去了哦，就免阁食这种菜啊啦。我要转去，谁讲我明仔载要转去的？无彩，你敢知影？即摆外口的风声偌硬呢？我若是转去哦，会予人撞头呢。我看吼，我也是伫迄只过大几工啊啦。我阁问你一遍，恁公主人呢？你若无讲伊人伫倒位，我随地你死的。讲，人来。你家己要找死，唔通怪我对你无情。高统领，我只是一个查某囡仔，生死拢无着。也唔过，阮公主若是知影你甲我抬死，伊可能无遐尼简单就放你煞。若是因为安尼，让西凉甲大同相见，安尼真无价值咯。你想要保庇我找着恁公主，啊那无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呀！夫人，听讲公主走去啊，到底是安怎？这，哎呦！等下，我问你话，你是啥物态度？你紧甲我讲，公主伫倒位？哎呀，公主若知影我甲你讲，一定会甲我骂死的啦！夫人，公主做代志，定定拢真任性，也毋过你也了解，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公主才会用的。紧甲我讲，公主伊到底是安怎？伊人伫倒位？找到小明贵才知影啦。我来了。变。我来啦，你免遐。
你以后实在有够臭的呢，啊，实在有够。棉被厝好啊，干，你会当困啊？啊，会当困啊！好好好，来，紧困。这棉被那一层尔，啊，恁两个要困倒？公主，今仔日就委屈你，暂时困伫迄只。啊，天暗啊，你紧困啊。哦。冰柜，咱来困啊。好，好。安怎？恁两个真是要帮我一个人伫只困哦？公主，你嘛较拜托了吼，我甲宝钗是红阿婆，你敢好意思甲阮两个困做伙？我。你门无关，啊，我是要怎困啊？是啊，喊门。免贵，替公主把门关起来。好。阿丽阿妹，啊，你也当困，进困。进困。啊。卖爬啦！我跟你讲，你看啊，麻烦来啊吼！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没麻烦啦，干啦困一暝尔啦，明仔不得。弄死你啦！要赶快啦，赶快啦！一个人伫咧外口，我唔敢睏啊！而且我来这个新的所在，我睏袂起啊！公主，你安尼做是要破坏阮阿母的感情，你知无？我哪有？啊，我一个人唔敢睏，啊，我得来遮跟你搭阵睏啊呢，嘛是无什么唔对啊！啊，你外口。